来，好，刚才都没挑。沥青是用喷的，还是用？那个滑石粉，滑石粉或者痱子粉啊、哦。就是黑黑的，就不要在表面。刚刚就是黑黑的在表面。尤其刚才，所以我们已经确定就是这一块特别难脱模，所以这边就这边就用好一点的东西。对啊，它是全台湾 最大的那个珠宝精工的材料。店员的脸都很臭，生意太好了，他不缺人，不缺钱啊。所以看到，然后他都是家族企业啊，全部都一家人。你要找那个女生年轻的那个老板娘，比较客气，对，是最客气的。一个头发很长的男生。这个脸都好臭啊！这个因为我刚才是用一样的方式去做，这个我就不重做。现在就是比较难的，就是这个脱模了、啊。